前段时间，倪妮和井柏然和平分手的消息炸了朋友圈，网友纷纷表示，即使最后没有在一起，但至少两人真正幸福过，各自安好。当两人公开恋情到现在的物是人非，虽然已成为过去，但曾经的美好都还在。分手后，倪妮首次晒自己背对西镜头看夕阳的照片，网友表示，夕阳西下的背影很美，既然已经和平分手，那么便各自安好。感情这种东西谁也说不好，是你的走也做不掉，不是你的牵也牵不住，祝福两人一切都好。分隔线有网友爆料称，景甜和张继科已经登记结婚，不出意外年底完婚，并且还有传言说景甜奉子成婚，更有网友发布一些疑似怀孕图片。之所以被网友爆料说有孕，只是因为景甜身体发福，其实并没有怀孕。目前景甜帮已经辟谣假消息，同时也有媒体向下工作人员确认，对方回复假的，他拍戏没有时间。网友留言道，粉丝们太着急了吧，心疼景甜。说起景甜，她已经被怀孕4、5次了，到现在还被结婚了，催婚团们你们也太着急了。当然两人确实很般配，希望他们能好好走下去。